上车饺子下车面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老高，今天我妹就要回北京了，这不赶紧给她包顿饺子吃。上好调料，我把馅子给拌一下，再放点吊瓜，不然太腻了，光晕车。再混在一起拌一下，这边面也好了，开整。虽然在家待了好几天了，这突然一走啊，心里还挺不得劲儿呢。有什么不得劲儿的？又不是不回来。看我儿子都帮忙给他小姨包饺子呢。开始下饺子，小心分筷子啊，一人两根儿。啊，奶奶的。就一个菜，排骨。不是在这里分菜呢，是吧，小新？现在开始吃饭了。对，多吃点，吃饱我想家。好好吃哈、来给你个脆骨。哎呀不用这样，又不是不回来。外边好好的，你看那姐姐那么疼你，光吃光喝的，你看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。行了你别拍了，这马上就晚点了。好好好，马上出发了。我儿子把所有的鞋都拿出来，这是选鞋穿吗，儿子？你要穿这个小皮鞋啊？这个是姐姐的，你不能穿，知道吗？这不是电话啊，臭，太臭了。走了，现在开始出发去送他。真的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见。再给我儿带着吃。就是，让我儿子也进大城市看看。到高铁站了。哎呀哎呀，这会儿又，妈你哭了吗？冲上腿安全啊，冲点信号。送走了，我们开始回阴阳。你怎么了？你知道小姨走了？你知道小姨回北京了？没事，小姨还是回来的，知道吗？小姨回来再陪你玩，知道吧？再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你要你干啥了？你怎么了？这几天我妹回来，可把这个丫头给宠坏了。你看，这不听话。我说让她小姨回来接她，她还不愿意呢。她现在就要，她小姨都已经到北京了。我也忘了，我想一个礼物了。来，给她快递过去，妈妈给她快递。我不要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带她下楼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再见。